好辛苦，可是我们也期待你今天的表演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谢昌廷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小提琴演奏，曲目是两首哦。第一首曲目是《乘着风》，第二首曲目是《乡村路》，是不是？听我们今天最帅的帅哥，也是年纪最小的帅哥哦。